大家好，上次逮的那龙虾他们都没吃够，我都没得吃，今天又过来扒几网子试试看还有没有，我估计是没有了，你感觉有没有？到明天阿姐吃不上龙虾了。你猜几个能不能扒到？扒到了。走，见机呀哈，咱扒个试试去。下坡，这风景多好，绿绿的，还挂住这个黄豆子来了，动一个，真动一个，上来动一个，看见了，扑棱，别啃你啊，先看周围有没有，刚是在这边儿，扑棱一下跑里面的，看见它了，顺手来一个哈，也不小一点，我想，别慌啊，咦，你看。哎呀，看这个是刚退的，这是摸着身上都是软软的，给来搁这个里面。别捡了五轮。我来看看，大家请你看看。我这个赖皮了。才做到一个。哎呀，今晚上我做，我咋做呀、啊、这？你一个龙虾，我不知道能给你兑油啊。阿爸比你兑那么多，你能兑那么少？不是，我也找找去，我那个才到说一个，你这可扒底了，那扒不到底儿，扒不到底儿，这个东西在里面飘着，我感觉这非得挑两一个，你就能扒着呢。你看这得深，你看这得深，非常垂啊，都跑了就箭头了。我的亲娘啊，你看这嘴多深，这竹竿到里面感觉都是飘的，往天上按的，我按不下去。按不下去是。水有浮力。是。就逮了一个龙虾。哇、哦，就逮一个龙虾。哎，我这油也准备好了，锅也准备好了，都等你龙虾下锅嘞。你怪我一说，太让我失望了。我试了几下，我一个没把住，知道不带你来了。我说不来，你非得让来，来了结果还没把到。没事，我还好就把了一个。这龙虾咋弄啊？这一个龙虾咋整个呢？这不都起锅烧油不管啊，盖不住底儿啊。啊，这一个。这一个咋吃的？这一个龙虾。你没有枪。起锅烧油，这一个龙虾不够。哎，又来一个了。看来，咦，他不在底下，这又多一个，又得一个，对对一个，俩，看来我研究多不错。咦，真不赖，这个是硬壳，这个下雨跑出来的，下雨跑出来的。看没？哦，这都俩，你看再找找还有没有？多大？看看有没有？下雨跑出来了，可能。下雨已经跑出来了。下雨的时候，它想在这个在外面来溜溜转转的。你直接看到一个，走了啊，第二个就带俩。我说不让你来吧，你非来，来了吧就带俩。你说尴尬不尴尬？尴尬。咋弄？回家咱起锅烧油啊。这樵夫难做无米之炊，这俩西东西我可知道能给你下油。下你能下嘴不就赢了吗？下点吃。走，回家不干了，都没空景象。